控制好势。啊，为虾米无法度摄受袂调，无法度控制好势？其实，咱拢无时时用于迄个所在底下干。如果咱的心若有放伫遐，伊那个咱相信会。真发起充满，哦，因为咱知影要怎控制着咱的心，咱不是外口去用五音五色五味来控制掉的，因为咱知影讲，干力必现的是咱上歹控制，啊，咱拢想要退让的，所以呢，下一种咱要来。刚开始要挑战中，但是会怎讲叫做化断中，哦，啊，这个呢，参咱的，啊，主要是在讲咱迄个心，啊，即马呢在讲咱迄个心，为什么咱无法度成就？因为咱就是拢爱咱这个心，哦，啊，去，咱有因缘的所在，就是拢咱啊有这个心。啊，有这个身躯呢，就拢以这个身躯来做主。啊，无法度会当好好善用咱这个身躯。哦，但是啊，你这个无这个身躯，好，大众听起哩。为我有心，今我无心，今我无心，我有何患？
同入若清，会大患若身，会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上，宠为上；辱为下，辱为下。得之若惊，得之若惊；失之若惊，失之若惊。是谓宠辱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何谓贵大患若身？无所以有大患者，无所以有大患者。唯吾有身，唯吾有身。即无无身，即无无身。吾有何患？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，故贵以身为天下。若可济天下，若可济天下。爱以身为天下，爱以身为天下。若可托天下，若可托天下。好，这是咱的本文吼。老师呢有一种的头先吼，就甲咱讲两句话吼，这两句话就是咱这种的算是真重要的点吼。伊讲两件代志，第一件讲宠辱若惊，得着宠也是得着这个辱的辱吼。大家心内拢有点个真惊、真不安。哦，为什么得着嘛会惊？这个得着好的嘛惊，得着无好的嘛惊呢？哦，即个咱要来分析吼。那第二件代志，有人讲，哦，咱人的一世人内底有一件足大足大的烦，是咱的心头内底有一件足烦恼。那这件的代志，就是咱这个身躯。咱因为有这个身躯，所以呢，咱有一个大、这大、这大的烦恼，哦，贵来烦有心，哦。那为什么吼？咱拄仔讲这个，今仔日的心情呢？吼，顶头上即种咧讲，宠辱若惊，吼。啊，另外呢，如果是负责咱这个道德经的讲师培训的一挂工课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每一次咧安排这个讲师的时阵，每一位讲师拢做主意啊，讲来这听起啊，有法讲哎呀，这有法吼，可能无法度讲了真好，吼、哦，该当尽量卖搞摆安尼吼。那有法呢，摆起开第一时阵呢，把心来搞这个丢度啦吼，我想讲啊，我卖摆开第一嘞吼，开开第一上，吼、哦，啊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讲？为什么心来丢度吼？就是因为咱拢会惊，咱若起来开讲了无好。讲了无好，敢来吼，这个真正的吼气呀，吼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六嘛，吼，啊，讲了若会使吼，佮会嘛心内嘛会惊，就讲我后一遍，若无像这道讲到这好面吼，啊，若这道讲了无好，我看大家脚拢困个，嘛拢咧闭目养神吼，心内家己嘛会感觉，感觉家己准备了无好，感觉有愧吼，咱上天吼对六号的这个。栽培吼，会托付安尼咯吼，有法感觉每一位讲师拢是安尼的心情吼，啊讲了好嘛会烦恼，啊讲了无好嘛会烦恼，吼啊但是呢，这个咱的前天吼，即主笔个咱只个有法咧学习的有法才讲吼，我们不要紧吼，咱就徛起来，啊咱的这个上天主笔吼，咱的这个师尊吼，甲咱加地位安尼吼，咱就心内个放互空。物件出来，给造出来，吼。但是呢，讲是安尼讲吼，但是事实绝对无遮尔简单吼。咱嘛是真正袂拢会困袂好吼，甚至讲拢会想足久啊，想来想去啊，想无半句吼。但是呢，这个心意是上重要的，就是咱想要直接甲这个好的道理分享吼，不会真正是每一位讲师徛伫遮的这个上大的盼望吼。啊，所以嘛是因为安尼较会通用。拢会惊，心内拢会不安。啊，所以呢，伫遮另外要先来交诸位真正，咱来探讨一下，什么是痛，啊，什么是痒，吼，另外个感觉啦，吼，咱来先看以痛为上嘛，吼，所以咱先来看较好个一点，吼，痛。咱若做囡仔个时阵呢，吼，像小块个囡仔吼，三岁吼，三岁囡仔。三岁囡仔呢，咱敢是每一位大人呐，看到这个小朋友，拢会甲摸摸的，吼，头摸摸的，吼，啊，想要甲揽一下，吼，啊，若拄仔好手内底有糖仔饼啊，就拎出来，
安尼交流一下，吼，想要看到伊的这个笑容，吼，啊，想要互伊，啊，想要得到伊的一寡回馈安尼。啊，所以每一个人，咱啊看到这个这纯、这真的，不管是人、事、物的时阵，吼，咱心内这个阻碍的心吼，就生发出来。啊，生发出来，咱就把这个痛呢，加在伊的心上。啊，所以这个痛是啥物呢？就是伊想要摕到啥，啊，咱拢想办法互伊，敢是安尼？吼、哦，咱对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嘛，哦，啊这囡仔吼，伊需要食物件，啊，咱就尽量饲落饱，吼、哦，啊，伊想要佚佗，咱就带伊公园，带伊外口互伊奔跑，啊，买玩具互伊佚佗，啊，伊想要睏，哦，咱阁惊到吵着咧。伊想要做啥，想要得到啥物，啊，咱就尽量提供予伊，伫咱做会到这个范围内，这就是一种跳嘛。伊想要啥，啊，就能得到啥。吼、哦，伊喜欢的物件，吼、哦，伊就去得到啥物。我感觉这是一种跳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对囡仔是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若对较大汉，咱对咱好啦，假设讲咱的男女朋友，吼、哦，咱的男女朋友。咱去谈恋爱的时阵吼，也是嘛会想要甲宠，吼、哦，伊想要啥物，哦，我就尽量做落到，吼、哦，伊想要食一顿大餐，吼、哦，想要去啥物好耍的所在佚佗，想要去翕足水的相，吼、哦，咱个尽量去满足，咱会想办法去甲宠，吼、哦，啊得到的人伊会欢喜，吼、哦，啊来更加大汉的，吼、哦，咱啊已经结婚有家庭的时阵。咱要照顾咱的家人，吼，不管是时大，还是咱的另外一半，吼，咱嘛，伊若想要得到啥，啊，咱想办法去甲提供，这嘛是一种痛，吼，啊，但是咱嘛知影，痛也是过头，吼，过头的时阵会安怎？吼，咱有一个名词叫做溺嘛，吼，溺爱的溺。你这个，咱提供物件过头，互伊无时无刻拢伫处伫一种想要啥物，啊，就咱得到啥物状况的时阵，哦，伊就咱就进伫迄个痛内底，咱心痛，这叫做溺啊，溺爱的溺，哦，啊，若痛过头，刚好无一定好啦，吼，即咱拢这边别个道理，哦，那这个。痛呢，就发个感觉，会因为咱每一个人的角色，吼、哦，咱每一个人的职责无同呢，吼、哦，所以咱提供出来的痛，以及咱得到的痛，嘛无同，吼、哦，因为咱伫每一个年纪、每一个身份、每一个职责的时阵呢，咱想要买物件就无同啊嘛，吼、哦，比如讲像我即款这个年纪，敢会只想要看到上每一个长辈啊，你讲就发头毛毛的，啊就发烂一个。歹势啊！这种痛对咱来讲无一定适合，吼、哦，也是讲咱看到长辈摕糖仔饼落后续敢会做欢喜？应该是袂像较早细人遐欢喜吼。啊，若身体较歹，佫惊血糖，我歹势我袂当食糖啊吼。这种痛会因为咱的身份改变，所以咱想要买，想要得到的，绝对拢会无同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要予人痛，人嘛无一定爱。啊，咱想要得到啥物的痛，嘛绝对毋是。伫每一个年纪、每一个有共款的身份的时阵，拢会当顺利去得到。吼，啊，得袂到的时阵，咱的心内就有一挂，安怎？一挂苦造出来。吼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痛呢，伤济嘛无好，啊无够，咱心内嘛无欢喜。来，咱再来看吼，啊，肉的部分呢，过阵子咱敢会惊肉？应该会啦，应该无真诶会讲吼，我即届人甲我肉诶，我即届人甲我讲话甲我酸甲我辣吼，应该是无啦。咱大部分诶人拢会惊即个肉，不管呢，比如讲咱若做囡仔时阵，我即惊是无人甲咱骂。啊，咱读册时阵，惊考试考无好，安怎啊去互老师甲咱有两种啦吼，一种是伫
那个转班的面前吼，甲咱教安尼嘛吼，讲个，比如讲，像我较早咧读册时，迄时阵叫伊提法嘛，一分控一个，我一分红控一个也是。有啦，啥像我之前应该拢有安尼哦，减一分控一个，啊，即马较无啦，即马控一个老师也去用讲，爱用约谈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减一分控一个，这是一种表嘛。啊，这另外是用在言语上啊，吼、你白痴吼，啊，反正嘛白吼，诸如此类。那过来吼，那个较大个，科大学啦，吼、哦，这个然后科无好，吼、哦，啊，人个咧关心吼，就讲吼啊，考了安怎啊？这个啊，私立嘛，国立嘞。啊，有时阵无讲到这边，咱心内嘛会感觉有一种叫嘛，伊感觉伊的眼神怪怪，啊靠，我的眼神不太对，啊心内主人的产生一种叫的感觉。那较大汉的，咱伫工作上，哦，工作做了都上司，做了人无满意的时阵，哦，咱个会感觉，不是感觉哦，有时阵嘛会受着一寡叫嘛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讲这简单的事情，你嘛做袂好？这你看到好恶鬼吗？哦，诸如此类，后来醒来嘛，身体就种六的感觉。那当咱面对这种六的情境出来的时阵吼，咱心内感觉会苦、会不安、会惊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六啊愈侪，愈来愈侪，愈来愈侪的时阵，咱做代志愈来愈惊，愈来愈。愈做愈袂顺遂，这是咱人心理上一种不正常的反应。啊，但是老师甲咱讲，伊讲不管是痛还是痒的，其实拢是会予咱的心内会惊的一件代志。啊，啥物是惊呢？惊就是因为咱，特别是一种不安，哦啊这个害怕的一种状态。那老师傅甲咱讲吼，我学生打岔一下。与咱来讲道德经，咱伫头前个三十几章内吼，拢是咧讲这个道。这个道不管是伊如何来演化，或者是讲伊安怎来指引咱个方向，吼，拢是咧讲道个这个范围。那伫后边啊，吼，伫三十八章以后开始咧讲啊，是讲这个德。因头前呢是咧甲咱讲吼，咱得安怎演变吼，安怎因用咱人的心的变化，那是后壁较开始讲着一个较具体，咱要如何来做的物件。所以伫这种的共款吼，老师咧甲咱分享的，咧甲咱讲的共款是得吼，伫咱的心安怎去影响，安怎演变。那这种为虾米叫做化德种？吼，伊咧讲的是得要安怎化咱的心吼，乃至呢？来化心格的偏差，所以呢，咱会当对第一句交第二句也看得出来吼。第一句在讲痛欲欲惊，吼痛交欲，这是两个极端嘛，两种对咱的心影响之大的情境，吼一种是人甲咱保，一种是甲咱忽略。这两种上极端的例子，吼对咱的心拢会产生一挂冲击啊甲反应。那脑中呢，甲通称。当中也叫做惊吼，一个惊之类之类事吼，咱的心会不安，会浮动吼。对老师来讲，伊是用惊这个字来形容吼。所以呢，这两句吼，听欲欲金贵，来宽欲心，然后来分享是安尼吼。咱人生吼有两件这大的烦，就是对咱的。心头吼，即个冲击的两件代志，第一个痛甲欲两件代志出现的时阵，对咱的心有这大个冲击。第二件吼，就是因为咱这个心，因为咱这个身躯所产生的种种的烦恼甲苦安尼。啊，咱分享第一个，人生的第一个代款吼，叫做痛欲，吼这两项，到这会。那老师进一步甲咱解说吼，痛为上药，
行，地支呢六经啊，这个四支啊六经，这个意思吼，咱真好理解。跳呢是较好，啊六呢是较无好。那不管咱是得到跳，还是失去跳，吼、哦，咱心内会惊。啊，不管咱是得到六，吼、哦，还是失去六，咱心内共办法拢会惊，拢会惊，吼、哦，拢会不安，拢会惊吓。那为什么呢？咱若万一滴吼去得到，咱是不是会惊失去？啊，咱若失去的时阵，心内感觉一直想袂过去得到，吼、哦，这是咱人的心的最基本的变化，吼、哦，摕已经拥有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咱会惊失去，啊，还袂得到物件，啊，一直想要拥有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心态，互咱心内产生足济的不安，吼、哦，啊，因为这个不安呢，有诚济的烦恼，伊呢最后呢变成。啊、所以呢，不管得到还是失去，吼、哦，老师甲咱讲，这是其实是一种常态，永远拢是安尼啊。不管任何人事物、有形上的物件，拢会得到，啊嘛拢会失去。啊，所以呢，在咱人生内底有一件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要培养一个叫做面对得啊甲失的心态。那这就是通六六经呢，老师要甲讲的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这是同我的感觉啦吼。那这个咱怎讲吼？人生上正常的吼的常态呢，就是无常。什么叫做无常？相信在座各位真的拢比我比较有经验吼。无常就是咱感觉伊应该爱发生的代志，伊无发生；啊，无就是咱感觉伊无应该发生的代志，但是伊偏偏就会发生。吼，咱感觉伊应该存在伫咱身边的，吼，伊突然的消失，或者是咱感觉无应该出现伫咱身边的，伊偏偏就会出现，这就是无常。那无常的出现呢，绝对是无分时间、空间，无分年。在咱伫新闻上看过太侪的意外，不管是天灾、地震吼、车祸种种吼，那就算有法吼，有法今年40岁，那有法身边吼就已经捌有两三位朋友吼，伊最近吼拢是最近讲发现身躯那个癌症也是有，吼30几岁已经发现了。肺腺癌四期的，已经是这后边机会，已经正在处理的。那更唔免讲吼，不管是比这个年纪更较轻呢，还是比这个年纪更较济，吼，都咧因为发现身上的病痛，或者是因为一个意外就离开的，这个已经经历过太济吼，这个是无常的，天天。这两种能给解释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无常，伊是一个真理，伊是袂改变的。吼、哦，咱认为感觉伊应该永远存在物件，这是绝对无可能的。这就是无常。啊，所以呢，既然这个无常是不变的真理，那呢有得呢，啊，必有失。好、哦，那有痛呢，也必有乐。即咱伫过去诶思想，看过有够侪，会侪啦。吼，咱像即几当是诶，即流行大陆诶古装剧吼，我们过去侪年侪够看啦吼，或许诶侪侪个妈妈是侪爱看啦。所以古早吼，几当是为了《甄嬛传》吼来即两当靠起来，就是什么《延禧攻略》周迅演的那个叫什么？《如懿传》嘛，伊咧演的拢是啥？
上的诶，这个相，啊，这个相会当安怎？哦，伊的这个财富吼，啊，甲伊的地位会越来越高，哦，啊，伊会人去管别人，哦，较早叫欺负的，伊就卖人去甲别人欺负。啊，但是呢，咱赶快看到一个结局啦，吼，都有类似的结局。伊得到的相呢，哦，拢是对得来。拢是别人给伊的，伊得到这个痛不是家己的嘛？是因为风霜，伊这个时阵信任伊，看重伊，所以伊得到这个痛比别人较侪。啊，既然是别人给伊的，安尼就有机会呢，别人会甲收着去嘛。伊若做唔到代志，还是伊害别人痛，发现的时阵。别跳别生气，那这是一种常态。有痛呢，必有药，因为呢，这样啊，这跳的时候伊会怎？感觉会骄傲，会骄傲，会安怎？伊一款好的优点会慢慢啊失去，但是呢，伊的缺点会慢慢啊一直展现出来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得到痛刚好，不一定。你着量感绝对歹，哦，也无一定吼，因为思想嘛，甲咱讲过即个故事，比如讲韩信，哦，伊有捌受过即个胯下之辱，哦，拄着即个人对伊无客气，请伊对伊的即个胯下面难过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伊受即个侮辱了呢，已经，伊啊呐真怕命，哦，去争取伊个人应该。啊，这个卧薪尝胆的故事，咱哦听过，哦，虽然人受着用，嘛不一定完全失败，哦，只要咱内心会当展现出咱的坚强，啊，甲毅力，哦，那对咱最后人生的阶段，就结果不一定失败。哦，啊，既然咱知影讲有得必有失，哦，有痛嘛必有乐，哦，咱若明白这个道理，咱面对着痛啊甲乐。情境出现时候，咱心内就较袂惊嘛。啊，但是用讲的真简单，实际上出现的时候搞真简单，绝对是真困难吼。咱同学举个例啊吼，咱就咱台湾，因为咱台湾算对这个政治真关心啦吼，啊，真一般的民众吼，真爱看电视吼，看政论节目吼。啊，咱嘛，因为咱嘛真自由，哦，虽然咱去，伊讲出咱介意多侪人，咱无介意多侪人，哦，咱会当自由安尼去讲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自过去，哦，咱有真侪，咱咧讲的政治明星，哦，因为伊本身呢，不管是伊的气质也好，哦，还是伊所作所为，真正去得到人的认同，甲这个赞赏。所以大家诶，真喜欢哦，啊，当作明星安尼来看待，哦，甲真崇拜安尼，哦，啊，但是当伊开始做了一寡唔对诶代志时阵，哦，啊，但毕竟咱大家大多水果，哦，大家应该骂，哦，啊，大家会比较体谅，哦，也比票房不一样，哦，那这组过去以来吼，已经主要啊。开始较知影代志吼，十几岁啊开始较有咧关心这个社会的代志时阵吼，已经太侪嘛。咱历任以来总统吼，每一个几乎拢捌经历过安尼吼，捌互抱起哩，啊，搁互安尼伊拍落来，啊，换一个，搁换另外一个明星，搁互抱起哩，啊，这个还无解顺序，啊，搁互拍落来，一直安尼循环。啊，但是嘛是搁这两个想要抢，抢破头，要来做这个明星，哦，一直想要去用破皮。那但是呢，只要行到高峰，行到高点，这是人心不变的定律，哦，一定会慢慢那个提落来。哦，什么人会放真正记伫个心内？哦，绝对不是伫过去安尼放破起来，而是大经过，而呢是。到底像是真正真心哦，你为着人民做代志，你为着人民付出的，这才会留伫咱的心内。
着痛啊，甲痛安尼考验，吼，伊嘛会安尼互抱抱抱抱一寡，啊嘛互拍拍拍，拍了这个，吼，拍甲一文不值，绝对嘛是有，吼，像咱去这个空住来做这个例吼。咱知影孔子的这一段吼，孔子咧讲伊家己的生平啊吼，这伊有较细吼，然后孔子连传应该知影吼，伊讲伊十五至于学，十五岁开始练习要用啊，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，六十耳顺。啊，七十岁时阵呢，吼，那用心受用，啊，不逾矩，吼，这是孔子咧讲家己，伫这个一生当中，这个所面对的种种，包括心态的变化。那后续呢，咱来个对照一下吼，因为伊十五岁就向学啦，所以呢，伊这个在学呢嘛正突出吼。加受的偏见，所以呢，伊伫遮少年时阵呢，吼，就伫这个鲁国呢来处理这个官职。那伊开始做是正简单啊，来记小的吼，来管这个仓库，吼，啊，但是呢，资料正出色。那伫这个对三十岁时阵呢，吼，伊去这个周国呢，诶，故都呢，吼，去游览。啊，去得到真多这个珍贵者的栽培啊，甲肯定哦。所以呢，伊伫三十岁时阵哦，有了真大个开发。所以讲，三十岁人三十而立哦，以立定志向哦，以心内面到这个志。那这个志到底是啥？哦，当然爱伫后边诶几十章去展现出来哦。但是咱会当大概知影讲，伊伫三十岁受一个开发了后呢，伊心内。按下一件最重要的代志，是要做一个大代志，吼，把这个人生的目标已经定定。那同款的哦，那当时是三十几岁时，伊有哪去济国吼，伫遐学习一寡礼教的物件。那最后呢，佫倒来鲁国，那伫鲁国的时阵，咱知影伊伫鲁国的表现，吼，伫伊的。政治的工作上表现真突出哦，那伊最后呢，做到这个大司空，伊也差不多五十岁的时阵，那大司空就是当时鲁国上重要的三个工作内底其中一个啦吼。那伊这个时阵呢，吼，伊的身世吼，袂当讲如日中天啦吼，受着真侪鲁国的国君嘛甲肯定，啊，这个。鲁国遮个人民呢，吼，拢真优秀。那伫这个时阵呢，吼，开始伊个人生就产生一寡变化。伫这个时阵呢，吼，咱知影讲伊个邻国吼，鲁国个隔壁，这个齐国呢，国君呢，正反对讲鲁国呢，因为孔子个这个贡献吼变了上强，所以开始送一寡那个。好耍的物件，送一寡会晓跳舞的美人吼，来去予鲁国的国君吼，啊，开始予伊安尼荒废政事吼，予伊疏远，疏远这个孔子。那孔子呢，这个交这个国君呢，讲了几道无效了，就决心要离开鲁国，吼，去来团圆的。那伊要离开的时阵呢，吼，是伊这个个人的政治的高点。那但是伊离开这个鲁国了呢，有好有坏，这个过程咱大概拢知影。哦，伊去这个隔壁吼的魏国，也是这个宋国的时阵，人对真礼貌。那但是呢，伫个陈蔡绝了，吼，拄着真大个考验。啊嘛，伫真济所在，或者个国君呢，也是讲伊即个大夫，哦，无排斥，或者是看袂起的，种种的情况。所以呢，孔子到吼面对真侪痛，对我认为是有啦。不管是伫鲁国，吼嘛真侪痛；伫别国呢，吼真侪人甲肯定甲痛。啊，伊到面对真侪痛，
所以呢，每一个性命呐，哦，拢共款有面对着遮个人生的起起落落。哦，假使讲啦，孔子伊也是真在意的吼，心内一直真执着，伫讲我就是一直要得到国君的票，哦，恁拢爱听我的。那呢，伊的人生的成就呢，哦，可能就是国君安尼就停落来，哦，特别有后壁遮。团队的过程嘛，无后壁只，这个啊，做春秋吼，流传流世几千年，才会成就吼，嘛无法度留下这么侪精彩的言论吼，做成论语来互咱这么侪启发。所以当伊伫咧上吊的时阵，吼，得到创造出伊个人生上大上大的成就。所以到底是痛较好，还是愈较好？这拢是咱会当决定的。哦，但是咱会当决定一件代志，就是咱要安怎过咱的每一天。哦，伫咱面对种种的考验，啊，甲这个艰难时阵，咱要安怎做咱家己？哦，那这是孔子，伊伫面对痛甲乐的时阵，哦，伊做下决定是要得传出去。那咱搁倒来这个通玉玉经吼，得咱头先就有来分享过吼，啊有得到的拢会惊失去吼，啊无就是会想要会过路啊济，就是大概这两种嘛吼。当咱开始集中伫要得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吼，咱就有人吼，结果真的就是你想要得到路啊济，第二你就是要害你会愈来愈惊。你得到物件，得慢慢啊失去。吼，咱用较古这个地吼，咱知影，伫这个战国时代，最后一统天下的就是咱的秦国。吼，秦国吼，这个秦始皇，伊家己做这啊第一任的皇帝吼。啊，我这个王朝呢，这个秦国呢，会慢慢啊一直流传万世吼，有这个一皇、二皇、三皇、四皇，吼，到千万吼，我伊家己写在里。那当时呢，伊统一六国呢，吼、哦，伊统天下、啊，伊得到这个上当时啊吼，当时上侪的国家上侪的资源，但是伊心内，伊只惊喏，只惊失去这一切嘛，吼、哦，伊刚未开始听讲，哎、欸，你下骹这个，你敢是想要篡夺我的皇位，我下摆会惊。伊嘛会惊讲，哎、欸，你原底你是这个楚国的人，你敢要想要造反？哎嘛，伊大家咧惊就是这個，哦，所以开始用这些镇压的行动，要甲这有可能咧造反的吼，拢安尼甲压落去。啊，当伊开始有这些作为的时阵，人的心就开始浮动，大家就感觉哎呦，有这个空间就不一定好。那当时呢，伊阁如何惊失去啥物呢？失去伊个生命，因为呐，这个过往去了，即个一切就拢是伊个啊，不管下骹敢有做落有啊无，拢无关伊个代志，伊就是失去啊。所以呢，咱伫书上所看到吼，这个秦始皇伊伫这个后期的时阵吼，一直咧派人出去求这个忠心不老的药啊。想要延续伊个生命，伊感觉啊，我就是伊伫安尼，因为我做有才能嘞吼，全世界我上高，哦，这个国家嘛，我来统治呢，会当千秋万世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想办法延续我生命，啊，不然这个国家无我来生，这是伊个想法。哦，那当然吼，李叔上吼一派咧讲，就是因为开始这个服假假的这个奇奇怪怪吼，是讲来路不明的这药啊。所以身体嘛，愈来愈歹。吼、哦，伊想要得到永生，但是呢，煞加速况，伊生命来消失、哦。所以当咱开始执着伫要得到，不管是痛也好，不管是任何有形的事物也好，吼、哦，咱若想要得到的时阵，咱就会失去了愈侪，失去了愈紧，这是不变的定律。
心吼害怕不安，时时吼警惕自己的话，吼，伊嘛是会失去，因为伊的心内会骄傲。所以咱想咱人得到物件，得到习惯，吼，咱拥有一个物件，拥有了习惯了，咱就无重视嘛。比如讲，咱咧讲这个要节约用水啊，节约用电，吼，咱台湾虽然讲水这个河流无介长吼，水资源我那算正宝贵的，啊，但是真正讲非常欠水，欠到无通用的，我是有印象的啦，这十年来大概嘛发生过一两道尔，啊，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咧用水的时阵呢，特别袂遐重视嘛，咱会无形之中来浪费。所以咱拥有一个物件，应该想轻易想习惯。比如讲，咱的咱常来讲，咱的健保啦，健保制度就是安尼。咱上幸福啊，哦，煞变得无重视，这个得来不易的辛苦，无重视，心内哦慢慢啊骄傲起来。哦，这是过去历史上啊，介侪故事哦，功高震主，啊最后落得下场哦，拢无介好。那是真显而易见，真容易明白的道理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伫遮要交各位真正来分享的就是，这个痛呢，吼，得治要紧，吼，啊，失治要紧。那你咧得着，感情也较快乐。得着物件，有形的。咱真正会较快乐，咱在座拢是咱这个情靠英雄来领载吼，这个道理就方便讲会知影，得到绝对会较快乐。咱像我讲一个故事吼，这祖先也有捌听过，讲一个两户这个厝边啊吼，一户是较好个，啊一户是这个较散家。生起来拢咧卖豆腐，啊，生活过了真简单。啊，这个隔壁的这个较好起来这户人吼，哇，家财万贯，真侪土地。啊，但是呢，叫太太呢，吼，恁讲安尼真惨，吼，啊，恁烦恼的代志吼够侪，因为这地安怎吼，啊，遐财产安怎，会甲人吵吵闹闹。啊，但是看隔壁，安尼虽然过了真善解，啊，佫那就是幸福安尼，是快乐，大家安尼有说有笑，哦，而且你这样过，那个喝起来是另外过的，现在刚刚奇怪，为什么这样快乐？那明明就无钱啊，为什么这样快乐？我无咱来，这个伊既然也无什么钱，我无咱送伊一个金啊，后面，哎，那个这个金啊，吼，代替伊那个月子嘛，啊，带回来后呢？计讲知影咧，这个卖豆腐的这个太太起来，透早起来看到土坎上有一块黄金，我就惊个心生急咧。我遐才有一块黄金，那是人无小心当伫遮，还是上天赐予咱的。哎，这样我上面就讲好无吼，咱先卖豆，咱先甲收起来，收好，啊，再来拍算。啊，收一下咧，就讲啊，无咱先。这个月子吼，某一个所在甲唱的，啊唱好呢，啊等两个阿妈要出去菜市啊卖豆腐的时阵，心内一看了，讲哦，迄个金黄在甲用乌金，啊就无心通去做工课哦，也卖知道，紧收收的，等下去补迄个窟啊，看下敢有地，看下有够地的，无咱换一个所在，那个唱碟啊。唱完，唱完，他半暝啊，困袂起来。我唔知干有啥物来搞我的黄金头盔，困掉拢袂安稳。我咧经过几落间，啊来，这个隔壁好厉害，结果就讲，最近你那像较无安尼有说有笑哦，才发生啥物代志？啊来，这对卖豆腐的人讲咧，伊安尼伊啊反反复复，反反复复咧。因为这个金啊，失去了伊原底快乐，所以得到，甲袂较欢喜。以咱所理解的范围，以咱所知影、所听过的所有的道理，拢
拢甲咱讲袂，但是咱心内敢会袂去追求，袂去认定，通常嘛是会。所以呢，修万德上困难地方就是感觉是伫遮。所以呢，得到不一定快乐，那失去不一定艰苦。所以呢，老子就是种甲咱讲的是，咱咱培养的是，当咱面对着得甲失，在这两个境的时阵，咱心内迄个道，咱的心要往对倒行，安怎行？咱较行安稳，较行快乐，较行幸福。这是通六六经的这句话要甲咱讲。很多人呢，受到六的时阵呢，心内敢会惊，会啦吼，真多。那为什么会惊？哎呦，我代志敢真正做了这摆，我这个人敢真正这么慢慢，一事无成，这个毫不可取，也越来越没信心嘛。那开始呐，怨叹，哎呀，这拢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拢是。拢是别人把我害的，我其实无遮尼含慢吼，拢是因为阮妈妈无生我去补习，啊无法给人考一百分，这拢是这个老师吼，头上无，无把我教好，开始甲责任撒去给别人，开始怨叹别人，所以心内不安，因为惊而产生不安，而产生了种种的。烦恼，那痛甲乐吼，拢互咱有足侪烦恼，啊，咱要安怎面对？调好家己的心境吼，因为即种老师要甲咱讲的是，咱来找着迄个道啦，就是咱路安怎行，咱才家己知影。痛乐要紧吼，咱就知影痛甲乐呢，拢会互咱心内不安。那咱应该要怎行？哦，老祖伫这个《道德经》内底吼，直接咧讲这边必的啦。虽然家己体会，就海体会是，当然就是以这个戒心恐怖。啊，这个恐怖交海个惊是无共的哦。为什么爱戒心恐怖呢？得志呢，咱有去得到，不管是痛也好，还是有形上的种种。资源也好咧，咱拢爱这个珍惜。啊，若失志呢？啊，若失去了痛，啊，是讲得到人的表的时阵，啊，是讲咱失去了有形上的种种资源的时阵，咱的心呢，爱安怎？爱安止。啊，为什么咱无得安？因为咱心内无得，咱不知影咱路要怎行。咱心内无将搁较重要诶目标放伫个眼前诶时阵，咱心内受着痛，啊，甲了诶影响就真大。即是后一句，咱要来甲咱分享。当咱心内有方向、有目标诶时阵，伫咱面前所产生诶痛，啊，甲了，甲袂甲咱影响。会啦，绝对会啦，无人讲无受影响诶。但是咱甲行落去，会。即个是难得，以孔子为例，当伊伫用这个智慧要传道，要甲伊心内所体会到这个智，这个中枢之道，要甲传道出去的时阵，伊伫一路上面对了种种的痛甲苦的时阵呢，伊拢无法度甲安怎转化掉，化作伊向前行的这个能量。这是因为孔子心内有德，所以会当化。伊咱把这痛甲乐拢甲化掉，毋是起来障碍自己，伊个是甲伊化掉，想办法把它拨开。即个考验绝对毋是讲咱甲当作无看到伊个未存在咱个心内，咱来做个，咱学习个是咱拢来化掉。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孔子伊讲这个五十岁是安怎？六十耳顺，五十命五十一块知天命，六十块耳顺。或者讲咱人就是安尼，当咱无经历过这考验，当咱无
有甲即个考验呢，深深用咱心去体会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咱要做到化这个功功夫呢，实在是有小困难。吼、哦，咱甲即个在座拢二十几岁的少年朋友，咱甲讲，哎呦，你若拄着考验，你来转化你的心情，你来放下。吼、哦，我认为这是足无简单去做的。啊，但是呢，当咱经过了真侪日，经过了真侪事。咱的心的成长，咱的心的愈来愈安怎，愈坚强的时阵，咱搁拄着同款的考验，咱的心要学习，安怎去甲化掉，安怎去甲放下。啊，所以呢，不管是痛啊，是痛呢，咱拢是甲化掉，用咱这个刀去化。啊，用刀去化，不是讲我嘴，啊，你讲诶，我有刀，我有刀，我有刀，不是吼。这个刀是伫咱的内心。了，咱知影讲，咱来行对倒位，因为这个道就是路嘛。哦，咱也知影讲，咱人生的目标伫倒位，咱要徛，行往倒一个方向的时阵，咱心会愈来愈强壮，会愈来愈厉害，会晓去化。啊，所以呢，孔子已经历过了这么侪了呢，伊嘛知影这个道理，一切拢是上天上好的安排。哦，啊，这个故事。咱家的真的嘛，拢捌听过，我们后续嘛是去讲一下。这个有一个国王吼，伊真爱去这个教外佚佗吼，爱拢带伊这个上信任的宰相。然后一天呢，这个伊去户外去打猎的时阵呢，哦，伊无小心去吼一只狮吼，狮子吼，去甲伊镜头啊咬伤伊吼，啊伊受着。很大的這個驚嚇喔，啊，心裡嘛很不高興喔，啊，這個回來皇宮的時候呢，這個宰相跟他說，喔，皇上啊，你這不要緊啊，這一切都是上天上好的安排，啊，這皇上聽了就不高興啊，我去喔，一隻獅咬斷我的手指頭啊，喔，就跟我說這是上天上好的安排，越想越不高興，你說這樣我要跟你關起來哦，得失着嘛吼。啊，伊要关起来的时阵，伊甲问讲啊，若无安尼这样，安尼，敢是上好个安排？这个宰相就讲着，这嘛是上天上好个安排。那这讲呢，甲这个宰相关起来了呢，赶快心内真不欢喜。所以呢，某一天呢，伊就赶快呢，去出去要打猎吼。啊，伊咧安尼行咧行咧吼，因为突然拄着一阵这个吼原住民吼。从个掠来，掠来了呢，伊讲：哎，今日呢，拄好是满月的时阵吼，我们需要一个活人吼来甲献祭，献到上天。啊，当然呢，甲伊安尼包好呢，准备要行去祭台的时阵呢，啊，发现讲啊，捡一支手巾头啊，讲吼，安尼袂使吼，咱要献到上天的呢，这也是一个环境的，你已经有残缺啊，所以你袂使，你不符合资格。挂照吼，这国王呢，幸免于难吼，从邓来伊个皇宫，啊，伊想想讲，哎呀，因输了这个宰相，终于甲放出来，放出来了呢，这个宰，甲这个代志，甲这个宰相讲呢，宰相就甲讲，哦，皇上啊，恭喜啊，这就是上天上好的安排，为什么呢？你看，你若是无迄个使呢，甲你的手顶头有受伤吼，你今日哦，也去。太阳吼，就有限制。啊，皇上不要讲，啊，不过你安尼无来无去，我关安尼一个月，这边怎讲？就讲皇上，我若无你关起来，我一定会叫你去嘛。安尼，今日好限制，今日好限制，就是我本人。所以呢，这一切都是上天上好的安排。虽然我有受着考验吼，啊，不过呢，上天自有伊的安排。那当然呢，故事是安尼讲，但是呢，当真正的这个逆境，真正的逆出的时阵，咱其实嘛，很不容易讲要放下，也通放下。啊，但是呢，这是咱修得的宝贵，这就是咱要来学习的一个正重要的道理。咱若无透过学习，哦，就好像咱个咱学姐即个少年的在学生囡仔讲，咱伫学堂安尼。听一当
听两冬，咱无袂感觉咱气质怎变化，咱袂感觉讲咱的心态有啥物改变。但是呢，当咱十冬、二十冬，咱甲回头去看咱自己的时阵，咱的心哦，变愈来愈坚强。咱的心拄着过去互咱做生气的代志的时阵，咱敢会较紧放下啦？咱敢会较紧放？可能生气，同款来生气啊！啊，但是可能生气在程度会较紧吼，啊，嘛较紧就消失去。吼，好，咱感觉咱修本的，咱听着你咧学习，吼，拢是安尼一触可及，吼，毋是一时的功夫，这个功夫拢是慢慢仔练，慢慢仔体会。咱今日伫听着一个道理，听着一句圣言的话，当咱伫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拄着同款的境的时阵，咱会当互相印证、互相来体会的时阵，哦，咱就成长。哦，那当咱的这个慢慢愈来愈成熟，哦，咱敢有认真去改变别人？有啦。哦，在座各位真的拢是安尼啊，咱拢慢慢愈来愈和蔼可亲，咱拢愈来愈够关心别人，愈来愈会晓去照顾别人。这个就是道的展现，道是咧甲咱改变的哦。道不是讲，互咱一时啊，就变甲做安那，生活做好过。生活好过，歹过是咱的心态。心若好过吼，咱拢会有这个状态。所以道是咧慢慢咧甲改变，互咱有能力咧，家己过来愈坚强；嘛有能力咧，啊去帮助别人，去改变别人，这是道。但是我们是得会保护，所以不管是痛还是痛呢，就像容易来这个讲的主观吼，富富贵吼，大家拢想要得到，啊，但是呢，咱若无用刀去得到呢，吼，咱无法度即久长安尼去甲拥有，无法度去触及，那贫贱嘛同款，贫贱大家拢无来啊。就像钓竿管，钓竿嘛无啊。啊，但是咱若无这个刀呢，吼，这个兵针降临的时候，咱伤袂过，气袂掉。吼，就像痛甲钓竿管，痛钓出现时，咱心内若是一直惊，是毋是去甲化掉，去甲转变，去甲放下的话，吼，咱就一直受着痛甲钓的影响。咱的心去予拔掉的，去予障碍掉的，吼，这就是老主期待咱去做。伊期待是，当咱面对着痛甲痛的时阵，咱有一条路行会出去，这就是转化的功夫。再来第二项，吼，他都讲痛甲痛是咱人生的第一项上大的患。我们的心头习惯到的一个大患，那第二个大患呢，就是咱的这个心贵大患有心，因为这个心呢，是咱是带了伤济烦恼给咱，但是除了痛苦甲心外，还够有啦，这个是侪啦吼，但是呢，这个篇幅有限吼，所以老主跟咱讲这两条，伊感觉真重要。那这个心呢，咱若简单来个讲，就是生死的代数。哦，对生啊甲死呢，咱这个心，咱这个心不够了呢，够了，咱来去让心哦，就从生到死，哦，也当代表咱这个心。哦，那这个有形的肉体，哦，有这两个来表达。所以这生死的代数是咱上重要。咱在座的各位哦，咱。现在坐这就是为了生嘛，上天给我们这个生机，透过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这个肉体出世在这，那但是呢，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，都避免不了，我们就是要走向死的这个终点，与所有的有形上的事物都是你的归属，所有有形有相的东西，我们目睭所看的，不过一点就比我们现在所知道有形的事物，你素想不为，但是要有什么？想不
亏损到平安一五，这刚好是小事情。那基本上说垮的是怎样，都是一个修复柜。那不是的，顶多还得顶多可以老来得，那不怎样。但是嘛是百般百般的小事情，甚至咱大的这个地球，总有一有一天伊嘛是小事情。这是不变的定律。所以呢，既然咱知影讲，咱这个八字就是注定啊，有一天就是要听到这个重点。那这个生死的代数，也可能带来这些烦恼吼，因为咱的日常讲吼，总是讲咱特别搞吼，啊，咁就这些代志还袂做了的，这些话还袂讲的，这些想要得到物件还袂得到的，这些想要去看到的所的物件还袂看到，种种，都会可能带来这样子的烦恼。啊，所以这个。我做白话人讲，世间的生死殊难，无一个人呢，无将这个生死看作看淡的啦。每一个人都看得很重。那所以呢，咱大家追求的拢是福德，拢是福报，拢是有形上的这个财富，这个物件，不求呢出离生死苦海。科学，那所以呢，生死代数，刚刚这个辛苦呢，是拢做认为的第二个，可能带来真侪欢乐，可能新的真侪的烦，这个所在。啊，所以呢，以贵来换有新的，然后呢，认为拢做那个人讲了，来培养来面对生死代数的这样态度。那当然。他都来讲完通玉玉经呢，是讲得失，那过来呢，都是人讲完，主要面对这个生死代数。这个辛苦，咱知影讲有真侪苦，生老病死吼。那咱的佛陀吼，释迦牟尼佛呢，伊伫个成道的迄世，从伊这个投胎来做这个。释迦牟尼太子的时阵吼，啊，当时就有一个叫智慧的长者，这个国王讲呢，这位王子呢，那不是成就一位这个君君呢，就是成就一位来智慧者。啊，所以这个国王呢，当然是希望伊成为一位君君，伊呢是出家去成就一个来智慧者。所以呢，一个伫皇宫内底呢，尽量呢。会过啊，真快乐，会拢无烦恼。啊，但是呢，咱拢知影，百密一疏嘛，一个有智慧人，伊要成就的一面呢，是咱人会当去改变。啊，所以呢，同一天，伊去城外咧佚佗的时阵，伊经过四城，看到四项互伊做体会的代志。伊行去东门的时阵呢，看到一位老人，行路相当方便。也想讲哇，每一个人拢会老，我嘛会老。这个刀呢，真侪个拢要真侪苦，拢要来面对。当然呢，行到这个南门吼，南平的城门的时阵，我都看到一个人患病倒伫遐。啊，伊心内就想讲哇，每一个人拢会生，拢会患病，患病就艰苦，我们要来面对这样的代志。当年行到这个西边的门的时阵呢，吼，我看到有一个人，死伫遐，在办流苏。啊，伊的体会就是，哇，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终点，每一个人拢会死。这个会老、会病、会死，这艰苦我变怎会当体会？所以呢，当伊行到这个北门的时阵呢，伊看到一位这个出家的修行者，伊看伊的面相真含蓄，真自在，所以心内就生发出，哦，敢有一条路会当让我脱离哦，只个生老病种种的苦，哦，当然这是因为佛陀过去世修行所累积出来的大智慧。所以有体会，啊，无咱大家嘛有看会着。
为什么咱心内体会无遮尔深？这就是咱的根基无够。啊，但是呢，会当先确定的就是，这个身躯因为生老病死，吼，带来了真侪真侪苦。啊，这个苦对于何而来？咱一定是将，吼，刚苏格兰讲的，咱的沿着彼此生。一直接受着种种种种的刺激，吼、哦，即个五味、五色、五音，拢一直互咱一节一节的刺激甲刺激。啊，所以呢，当咱一直想要去得到，那这个心吼、哦，一直想要往这个得到这个方向去行的时阵，哎，这个要看物件，要愈看愈侪，愈看愈水。我听的物件要愈听愈好听，要食的物件愈食愈侪，愈食愈好食，愈无同款口味。安尼是想要得到，想要得到，诶，结果呢？会安怎？会目盲，会耳聋，会这个口臭，会发狂，会心慌。换句话说，当咱的心甲咱个心呢，拢一直要行向得到愈济个时阵吼，咱不只是得愈济，咱原底上天所赐予咱个，咱个本性，咱个自性，会愈来愈受愈济个障碍，就是咱头拄顶一种所来讲。所以老祖个结论就是。我为虾米心内有遮尔侪烦恼，有遮尔大个烦呢？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心。换句话说，当咱的心念吼所思所想拢是我这个心的时阵呢，这个烦就是就安尼啦。咱若一想讲我这个身躯要穿如何、食如何、要看如何，我想要更多。我这个身想要更多的时候，这个大患，伊就愈来愈侪，愈来愈多，伊就被离开咱。所以呢，要安怎解决呢？老祖甲咱讲，无生胜有生嘛。当咱无这个心的时阵，当咱无这个心的时阵，咱自然。这个烦恼去啊嘛，啊！但是咱无法度抛弃这个身躯啊，哦，咱拢知影，咱爱修行嘛，对嘛是靠这个心，靠我都来做，所以这个心无可能无去嘛，哦，除非讲咱这个过用了去这个天佛院吼，也修，修了较紧啊，这是师父甲咱讲的，哦，但是当咱搁离家的时阵，哦，咱有这个心，就是有这个大烦。尤其呢，当咱所思所想拢是咱这个心的时阵，这个大烦恼也袂离开，也愈来愈侪。所以反过来想，老祖甲咱讲诶，伊无无心，无有何烦？我无这个心，我就无这个烦恼。啊，但是咱袂当无这个心，但是咱要安怎？卖看遐尔重吧，贵来烦就是。有些用这个鬼呢，有法个体会是，这个鬼是真重视嘛，咱真看重，哦，咱感觉伊是真重要。所有的台湾都是因为咱上过看重咱这个心所需要的，上过看重咱这个心所想要买物件，哦，所以这个台湾看一直愈来愈大，愈来愈侪，哦，啊，所以那边的话呢，我跟你讲。对贵，必须不贵哦。这看轻咱自己的心哦。诶，但是呢，这意思是讲，哎呀，咱的心态就变高哦。啊，咱这个看病没看医生哦，因为这老祖甲咱讲，那个无心也无患啊，绝对不是安尼哦。老祖甲咱讲的是，咱来看轻，咱对咱这个心的执着。咱来放下，咱来减少，咱这个心，咱这
心甲心所想要做诶物件，咱来甲检证起来，吼，咱来甲放下心诶。所以对贵甲变成无贵，吼，咱莫过头重视，咱莫过度诶去追求。虽然伫顶顶中，咱老师嘛甲咱讲，讲吼信诶啥呐，为富，富为即个富嘛吼，为虾米呢？这是需要啊，这是想要。那有这个肉体，咱就是爱有爱有食物件，有这个肉体咱活落去嘛。所以咱追求的吼，性质所追求嘛是欲咱会当维持这个肉体的生存，安尼就好。那么过头去追求这个五色、五音、五味、种种种种，所以呢，无生胜有生，懂咱？从咱这个我这个心所想要过，想要得到，甲放下较轻的，甲放下较少的，咱的烦恼伊就自然愈来愈少。那但是呢，在什么情况之下，咱会当做到这项代志？咱像阿多分享的，咱的控制，为什么会当做到这项代志？因为心内有一个方向，伊心内有一个志向，伊心内有一条路，伊知影要行去倒位去，伊有道嘛。他心里有道，有目标，有志向。当伊要讲懂个伊吼，懂咱，咱心内有一个志向，咱心内有这个道，甲咱讲。每一次伫受着这个考验的时阵，咱会道理来讲，我就是要继续往向前行。咱来放下生命，咱来抛弃生命追求，来到往前走。安尼才会当成就咱做到这点。看清家己的事，会安怎去做？啊，原来做重视的，甲变做无遐尼重视，这就是贵代观有心。所以有些心理上做到这点，因为有道，因为有志向、目标。那各位就很注意，那为什么咱今日会坐伫遮来共同来学习？哦，啊无礼拜四啊，咱伫厝出来佚佗，是嘛好嘛？同款就是因为咱心内有道，咱知影道的宝贵，咱知影咱来去找着咱一条路。这条路，咱甲条公主完全同款，无一定嘛，每一个人伊袂无同。但是咱知影。像信念，咱咧经历过，咱也现在有得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在行，咱嘛会当做甲像信念咧做个这个程度。所以呢，当咱有目标、有这个志向的时候，咱会当从咱心内的这个欲望慢慢放下，咱这个大患会愈来愈少，会比无患。因为咱无心内无这个心的时阵，这个患就会愈来愈少。但是所作所为拢是为自己，而是为众生的时阵，咱做出来的，但是也完全无够。咱来愿意去放下，愿意去付出，愿意去这个贡献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头拄仔所解说的是这个两件代志，咱注意这两个意思嘛。穷六六经是来讲什么？得失。哦，老师来讲，咱要面对得失。那第二项代志呢是什么？贵代换。那就是心嘛，贵代换的心，因为有这个心，所以咱愈来愈侪会烦恼。哦，那穷六六经，因为呢，穷为上，六为下，得之，咱嘛经，哦，失之，咱嘛经。那贵台湾有心呢？因为咱有这个心，所以咱有台湾。啊，所以呢，要安怎做？无心的时阵，咱就无什么所通去烦的。那你最后呢？我主管来讲，伊讲爱贵，伊听下。
咱拄仔咧解释讲，这个鬼吼是真跨党、真流行吼。他拄仔讲的鬼台湾流行，咱若是这流行，这个新的时阵吼，咱就会出现这大、这大的台湾，这侪反倒咧将来咱。所以，拢对来讲呢，当你从这个重视，甲放伫天下，放伫众生，放伫别人的时阵，咱会发现什么代志？咱会发现咱个重视安尼重要。那咱会安怎？会当互惊？那佫进一步呢？咱若是从咱内心的这个慈悲、仁爱，甲展现出来，展现到啥？展现到天下的时阵，别人的感受无同款的时阵呢，人会甲咱脱天下人就会甲因的心托付予咱。各位先生，咱伫什么状况之下吼，咱会愿意甲家己的物件寄予别人？各位先生，咱到伫银行寄钱有啦吼，啊，你敢会甲钱寄予你？你的同事，都借了，都会样兑回啊。啊，咱个干个钱寄予咱的父母，会啦吼。啊，咱干个寄予咱的子女，也是的。兄弟啊，也是的。啊，寄予朋友的，较亲。为什么？为信任，是不是？为咱的。咱要寄予迄个人，咱个对有信任吗？我寄予我的妈妈，妈妈不是先开启了，你我开启了后面咯。但是我信任你，所以我会寄予你。我知影伊的重视，为什么会寄予银行？因为咱知影银行后壁有一大层的这个法律，啊，伊的制度要帮咱保管这个钱。但是即摆若发生战争的时阵，咱家己银行咱家安心，袂啦吼。但是咱即摆是属于这个家和平的时阵，所以咱会信任，伊袂乌袂动。就是因为有这个重视，有伊的承诺，所以咱有这个信任呢，会当互人愿意将伊有形的物件。无形的物件来寄予咱。那老师来讲呢，从咱一心，咱家己这个心无重要，别人的心较重要，天下人的心较重要，就是咱敢会愿意寄予伊，别人敢会愿意寄予咱，有机会。所以呢，咱在大人来求道的时阵，咱感觉是。这求道的人是真正知影道的宝贵，也是为信任你，绝对是为信任你啦！你谈道理，啥物拢知影，伊就愿意对你来，对你跪咧佛前就抓，哦，我叫愿行愿修这个天大方瑞行是，哦，你即摆解了，愿修这个境界，绝对是因为信任你嘛，因为是道的化身啊。咱为甚物会当会信任？一定是咱平常所展现的种种的行为，咱有咧共关心吼。啊，咱安那袂去共骗，所以愿意信任伊对你来求的，所以愿意甲将伊的心来寄付予你哦，予你带来面前来求这个宝贵的来得。这是因为有信任，那这个信任是因为咱的这个心不是为有自己。上重要一件就是，伊知影你毋是带你来要骗伊的钱，骗伊的种种，所以愿意对你啦。好，啊来阁进一步，为甚物愿意脱？会行到脱过无共款的层次吼，咱小思考一下，行啥物物件，少坑伫你遐，啊脱的，我全交予你啊。抗敌力啊，完全无关系，毋免拍客局。咱伫银行寄钱，我爱搁有一个存折嘛，吼、
你原来显示数字说，我多年比较拥有这物件，啊，脱的，还是我转互你。拢主管来讲，当咱的这个心，吼，不是为自己，而呢是奉献出去，奉献他人的时阵，并且咱展现了咱的爱。咱心内这个仁德，吼，咱的慈悲，吼，也是真主讲的中属之德，种种，天下人就会将家己托付予你。各位慈悲，为甚物咱道场，吼，伫即马吼会当办到这方便，这么宽，吼，用较早避开吼。为甚物人会愿意将伊的一生来交托到道场？是因为道的宝贵，道的宝贵啊，拢变成来共款。然后拄我讲的这个例，因为咱每一个道亲拢无时无刻在展现咱的慈悲、咱的爱，所以咱的心里，咱的愿意将伊的心来托付予咱。所以当初我咧讲的是。中六六经贵大方的心，这个方面你若明白，咱咧做一个足大个转变。过去咱的心思放伫咱这个心，放伫中甲六，在别人破坏对待的时阵，咱心内在惊啊，在做烦恼。老师讲讲，哦，免惊，无烦恼。咱若是讲这个心思，哦，对咱自己这个心转变吼。咱去关心天下众生，由自己转化做其他人的时阵，咱重视啥？重视天下人的需求，重视天下人的苦，吼，并且呢，咱将咱内心的这个慈悲心发挥伫个天下人的身上的时阵呢，吼，咱会得到自我感恩的结果，叫做啥物呢？叫做解脱，吼，别人会将伊的心，将伊的爱，吼，解脱伫咱的身上，但是伊是真正解互咱吼，伊也是解互咱到这个道。那为甚物咱能做到这个程度？为甚物咱今日道场会当互遮尔侪人愿意来求道，愿意来遮共同来学习，愿意伫遮呢将伊的时间、伊的精神、伊的自然之心奉献出来，不是因为咱老，是因为道的保护，是因为咱伊的祖师的帮助台湾所创造出来。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是因为祖师的帮助台湾来成就，咱每一个人的成就，就变咱金额认定为成就。所以呢，咱伫思考这件代志的时阵，可以我欲跪天下，我欲爱天下的时阵，就是重要的事。这欲何哦？欲去跪天下，欲去爱天下，哦，是一种付出的心态，毋是一种会无话袂使的心态。这是无共款的吼，因为人付出了侪了。这个要这个要，感觉哎呀，这文化袂使。但是咱拢知影，咱伫道场咧学习，咱要学习的是一种无私的付出。别人吼，真很慈悲，请咱来学习，请咱来奉陪时阵，吼，咱感谢先讲的是感谢慈悲吼，过去的学习。但是是讲哎，啊这个可能我来共享一下来啊。迄个啥，我嘛理解啦，为甚物叫伊去讲？绝对不是安尼，一切拢是上天上好的安排。今日后续来只讲，一定是上天要借着许方的心念去互某一寡真诶去感受着。那他多爱去，安尼陈讲师，上天借着伊所分享出来，一定嘛是要去感动某一寡。拄啊好有需要的真诶，伊诶心伊倒位有想着将来想着艰苦诶时阵，就变少每一位当初诶水去
讲出来，你个念吼有处理。所以呢，以天下为己任呢，不是讲天下爱渴望，哦，绝对不是安尼，而是天下需要咱每一个人去付出、去共同来创造。所以呢，咱思考的是要安怎做，咱民族事务的。台湾哦，传遍全国九州，传遍到每一个有缘的兄弟姊妹哦。那同时呢，咱思考的是，咱的这个外分呢，担负着这么重的责任啊。哦，咱每一位前线哦，咱会当替咱的老师分担一点仔什么？从咱的往内心来做。这个老主教来讲的，要贵天下，或者是爱天下，你呢来得到天下人的敬，啊，甲团的，安尼样讲来做法。而今日呢，咱所要成就的，就是咱民族事业想要创造的弥勒家园，带动世界这样宏观。伊宏观是啥物？咱弥勒佛的宏观是。只要是听到我弥勒的佛法的，吼，都会当生发慈悲心，都会当往生弥勒净土。所以呢，咱就要帮咱的祖师呢来做做这件代志。哦，这侪这侪兄弟姊妹，会当因为听到弥勒祖师的佛法呢，生发出欢喜心，愿意来对弥勒祖师来修行。用欢喜心，用慈悲心，哦，来成就伊家己人生的阶段。所以呢，就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，时间嘛，也未到，绝对袂当耽误着大家吃饭的时间，所以大家要把握时间。所以呢，这个重要六级，老师甲咱讲，咱爱知影安怎去面对着伊，甲实。爱会晓去转化，爱会晓去放下。那但是呢，这个要转化、要放下，一定是咱的心内有一个目标，咱的心内有道，咱才有可能去做了好。那当然要培养面对生死大事，就是咱这个心的时阵呢，咱就是安怎，爱把这个心，原底这重视、这看淡，咱这个心来甲放下。我们在鼓励，但变有无鼓励来吼。伊的前提嘛是共款，咱心内有一个道，一个目标。那这个道，这个目标就是咱在做天下人的这个桥梁，就是师尊伫这个诸佛跟咱讲的，伊讲咱是苦海与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座桥梁，任人践踏与毁谤。咱首要是这个六，不要紧，咱的。目标就是，不管有偌济了，咱拢爱甲人呢，吼、哦，伊个寄托，带到咱个弥勒祖师个面前，这是咱伫培养伊，咱修班上大上大个一个目标，吼、哦。那今日呢，就好，正先哈吼来解说着第十三章挂着章个即个内容，啊，讲了无？别的所在也是有讲了过错的所在，那盼望咱神父慈悲下罪，咱这人父亲呢，可以两次啊，加多一些呢，啊，后续的理解，最后用祝咱主一些呢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常啊，谢谢。谢谢。
很痛苦。